Smog 把无线跟焦系统推向了个新的高度。你能想象手轮和手柄结合到一起解锁更多的姿势？常见的跟焦电机都是需要外接供电的，会比较麻烦。 Smog 在跟焦电机上增加了一个卡扣，通过安装 NPF 电池扣板来直接供电，设备上更简化了。当然 C 口也可以进行供电，而且带记忆功能，断电之后呢不需要再重新校准。跟焦手轮的手感呢非常舒适，标记环呢可以更换，还有不同的 LED 灯光，方便光线不足的时候使用。跟焦手柄可以直接有线连接跟焦轮，控制供电一起完成，手持拍摄或者是肩扛拍摄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。当把跟焦手轮和手柄组合到一起时，就出现了新的玩法，可以同时控制两套跟焦电机，曝光跟焦一起搞定。 Smog 的无线跟焦器从供电方式上面简化了设备，有手柄手轮两种选择。当把手柄和手轮组合到一起呢，就可以控制多种设备，不论是单人还是团队，都能够精准高效地进行创作。